名模熊黛林告别陈嫂称号，而新陈嫂24岁嫩模叶希奇则延续功臣任务。最新奇招身传是收到郭富城所送的求婚钻戒，情路人士望天大挂的熊黛林被发现已取消对陈晨微博的关注，悄悄弃陈逃跑。难怪最近每次出现被问到有关前男友的事情时，熊黛林都表示来不及更新。虽然新旧陈嫂的交替成为热话，但是陈晨本人却嗤之以鼻。身在上海的他力斥最近接二连三的报道荒谬，并称自己不想回应，因为不想把无聊失实的报道变成为长篇小说。他强调明白娱乐圈的游戏规则，但就奉劝大家要适可而止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。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机兵女莎莎鱼。